你收到这个盒子的时候，先把它打开，然后就把这里掰开了，之后拉上来就行了。再来就把这个哈密瓜拿出来，把这套套拉开检查，看有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，你就可以放在阴凉的地方收着。现在我们就来教你如何分辨哈密瓜熟不熟，看这几个地方就能够知道了。首先果饼的部分，这是还没熟的蜜瓜，还没收穗，果饼比较粗。这是一颗成熟的蜜瓜，已经收完穗，果饼比较干细，代表这个哈密瓜可以吃了，你们看出分别了吗？第二，哈密瓜的外皮或屁屁，手指轻压，弹下弹下，变得微软，就代表可以吃了。放进冰箱再拿出来吃，冰冰凉凉更好吃哦。当你收到蜜瓜时是可以吃了，但如果你想吃到更甜更多汁的哈密瓜，你可以摆放多几天让它更成熟。不过一定要记得每天检查哈密瓜的屁股，确保不会过熟。那么有问题的话呢，请马上联络我们的热线 010-383-8001。